边红花夕阳满天开，来个东边漂亮小卖家来，哎嗨哟，一二呀嘿，瞧见红花杭帮呀嘿，水灵灵的小姑多嘛，等着过来采。月亮下山太阳还没爬上来，小卖采着红花好似月亮在楼开，一二呀嘿，胭脂盖头啷盖红起头，小忙大了可有哥哥在心怀。拜见玉王殿下，奴才奉蓝霜公主之命奉上祥记烤面筋。这就是十万火急的事儿？此烤面筋乃公主殿下的心意，还是最热辣的孜然味儿，请您品鉴。如此，多谢蓝霜妹妹关心了。赏你了，今天无论谁来找我，本王一律不见。哎，王爷，这个蓝霜就知道给我捣乱。我们谈谈。咦，西边那帮人最近极其不安分，父皇一向信任千傲天，自然会派他去解决。但这千傲天跟西边可有着说不清的关系。千云裳，叶王妃，难道是千傲天派来的奸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王爷，王爷，千云裳，叶王妃，你果然是来祸害本王的。
王爷，您不能随随便便就闯进来啊。来得正好，把人交出来。哼，装什么小饼干，人不是刚被你劫走了吗？你说什么？被劫了？被谁劫了？你怎么看管的？哼，你还贼喊捉贼啊？该不是你不愿交人，自导自演吧？哼，这是在丫头失踪之后发现的，这不是你的玉佩吗？我的在这儿。哎，此乃父皇赐予皇子的御赐之物，天底下只有两份，不是我的，就只有那个人了。哎呦喂，你终于醒了。是你？是我是我就是我，你都没有想到还能再见到我哈。你是堂堂太子，怎么能用这么下作的方式把我来做什么？你是夜王和玉王争相抢夺的东西，本太子自然要掺一脚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跟他俩没关系，你快放开我。关系大着呢。想当年老子红尘作伴，潇潇洒洒策马奔腾，享人世繁华。哇，天上的叶幽冥坑了老子当太子，钱少事多不放假，晚睡早起看隐花。我就要你留在太子府，让叶幽冥这小子心里不舒服。原来是君义清那个讨厌鬼，怪我一时疏忽，让丫头被他绑走了。对了，最近君义清跟千傲天走得颇近，难道这之间有什么关系？这形状竟然还挺好看的。快给我松绑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不绑住你，我肯定要被你打呀。这样，我送你个礼物好不好？只要你能答应留下，这价值连城的血玉坠就是你的了。大小姐，这血玉坠是你娘亲生前赠予我的，世间只此一对，血玉都是贴身放着，可不能随便拿来玩啊。看样子你还挺识货，心动了吧？这可是天下绝无仅有的珍品，只要你现在点点头。敢问太子殿下，血玉坠从何而来？这可是千丞相赠予本太子的。千丞相？千丞相与太子殿下关系非同一般啊。那是，本太子在朝中一呼百应，人缘好得很。千傲天的东西殿下敢收，臣妾可不敢带。我虽然身为太子，却是个光杆司令，不收着等着得罪人呐。殿下忘记南将军怎么死的了吗？我也很为难呐。知道本太子的好了吗？这就对了。你只要愿意留在太子府，我就送你血玉坠，好不？我才不要你的，我是叶王妃。你说什么？我是叶王妃千云裳。
那更好啊。我就要气死他，这个面瘫夜王！我今天可就要跟你刚到底了！哟，太子殿下干嘛呢？殿下不是说有客人来访吗？你听我解释，这是个误会。编，接着编。脱了！夜王殿下和玉王殿下闯进来了。君一清，交人！快把丫头还给我！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鼹鼠斑，哎呀，这不是夜王殿下的玉佩吗？你怎么能那么粗心，到处乱放啊？我的在这里。能想到这么蠢的法子掳走丫头，挑拨我和叶兄，除了你也没谁了。我对太子妃的爱天地可见，你可不要红口白牙诬陷我呀，对吧，爱妃？我刚刚就看见他在的。这个其中有曲折复杂的内情啊。带路。早就说了，人不在我这儿，你们偏不信。今日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有要事。最后一遍，人在哪儿？人在哪儿？原来如此，她果然是你的王妃。王妃？你这么着急，到底是想找到仇人之女，还是真对她动心了？你应该很清楚千傲天和西边的关系吧？本王和王妃的事，轮不到外人来嚼舌根。王妃，若你真的活腻了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杀呀！杀了我，这太子之位可就可以还给你了。妾身可以保证，太子殿下真的不知道叶王妃的去向。刚才他确实在这儿，后来我和太子离开片刻，再同你们回来，人就不见了。爱妃还是爱我的。当真？妾身亲眼所见。绝无欺瞒之意。既然太子妃都这么说了，告辞。走，快！你给我闭嘴吧！准备完毕。允熙大人，咱们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此物从来都是由雪姨贴身存放，如今落到太子之手，恐怕……既然父亲并未遵守约定，善待雪姨，那我也没必要当这个王妃。回家去，找到雪姨，我们就远走高飞。
千丞相的家宴。是啊，放眼望去，整个西边的部族都是以北唐少主您马首是瞻。为了咱们两国万世长青的友谊，千丞相希望您能出席。那我可不能废了这番好意。我北唐家一定捧场。寻风过水翠，快点，宴席要开始了。二小姐美若天仙，今天那个北唐公子啊，一定会被小姐的芳容所迷倒。啊！奴婢该死，小姐息怒。北唐烈可是西边部族的首领，这种庸俗之物，怎入得了他的眼？把我的降雪拿来。是。北唐烈，你的心必须归属于我。听说你不想踏进夜王府，你不踏进来想干啥呀？你不踏进我们夜王府是想飞呀？啊！